量，得为着求主公良之事，时常挂念。但是真可惜，我在考场有人用钱买官，但是你并无换做。自从你名落孙山，人人啼笑，但是这并不是你的目的啊！你有全新的功夫，只是无着你的时机。我相信，快红山以如此的效用，老弟桂林，总有一日，你定会出头一家，定通自暴自弃。如果转输，我不会死去，我一生享受。不是，天公伯伯这对我如此的无公平，你这个为了说啥？是因为我吗？是因为我无够认真吗？你认真啊！别人是因为有钱，用钱买官做，这并不是天才妙吗？是哪里啦？我是认真，哪里？这家伙在你出在你的身上，是你，是你替我辛苦的，我才变落孙三。不能够尽那心关切，今生娶你啊是挂碎，你如今来已经啊，我命底无好，我嫁予你全输。
为你受着你甲我的怨叹，我所受的是皮肉痛疼的折磨。你不但无体谅我，甚至你将你所有的歹运，拢藏伫我的身上，那恁对我敢有公平？我半句的怨言着无，因为你是我的红线，你是我一世人上亲的人。无你，我要安怎活落去？你敢无想过叫你的我心内感受？我爱。如果你无怨，你无怨念我，啊！你今仔日时啊时啊久久，你讲你对我真好，不过是啥物？今仔日我专注，伫咧这间厝内底，我是你家己主。难道是你怪我是不是？我看你无路用，你臭臭！我全子无路用，什么人来来看我无去？是这个意思？阿兰你，凭啥你看我无？我无。我变来变啥嘞？你听我说，爱我的，爱我。你在做啥物？婆婆，阿母，又搁饮酒醉啊！我伫咧后房所在，就听到恁阿妈在冤家相骂，到底又搁为着什么代志？阿母，你是体歹去，是传输不好，我度你过着我的日子，只我的日子去，怎么子？但我把这个杂物里面掉，我要送去。两支脚寸直，后盖嘛
是恁阿妈无爱互相照顾，我即摆人搁伫个，恁着安尼对待伊。我若有一天我若死咧，一个心不着，你拍个死死。在你为囝好，囝生我唔对，我无你卖想，我无我无我无你，你若要老母原谅你，你就爱做好老母看，全输，老母唔望有一天你会当出头天，替咱全家解满饭哩。老师的我恐惊是今日主日明天主鬼，我若无看到你改变，我死了不甘愿。阿母，你莫袂讲话，阿母，我这个信步的，无是我下班家教，互你受委屈。如果有一天我这个老大家若死，我就我手上这个瓜也交予你。你后全都若是恁烧酒，若是这么啊袂享受，你就手摕我的乖啊教全子，可别是我这个老母一个教死后生。妈妈，你两个你开过，是我嫁你嘛？你把我当作查某囝一个疼。你若有一个万一，阮心会安怎？阮哪会甲你友好的？要到注定三家死，哪有道理老人过五斤算数？我这个怪媳妇，我若是死，恁阿妈某就要互相照顾。阿母，阿妈，阿妈。Oh!
后来一日失之过去，我来阿母你离开我的身躯，阿母，天哪，怎做会叫你嘛？阿母，父母亲切，毕竟有好事大人。伊就因为咱两个今日失势，一个冤家惨啊！这么失望的来离开咱的身躯边，咱两个人好点的分好，更安怎哭？也无法度挽回爸爸的性命。相公。我不管你对我的观念是安怎，我只希望你因为爸爸的离开，求你提出你家己的志气，从今以后勇敢去面对你的每一日，免得损伤生什么。你还佫有你真好的味道。莫因为我，莫因为别人的话，你自暴自弃，我替你家己好吗？阿母娘将你娶，你是不听。Thank you.